今次啊喺我哋啊訪問東盟三國嘅啊，我率領香港特區代表團訪問東盟三個國家，前日咧係抵達咗最後一站越南。我同中國駐越南大使洪波先生會面，感謝佢同大使館一直係支持特區政府喺越南嘅推廣工作，同埋照顧當地嘅香港居民。亦都感謝大使館為我哋今次嘅訪問所做嘅大量工作。在第二日的越南行程，代表團先後到訪首都河內和胡志明市，全力推廣香港優勢，推動香港和越南加強合作。在官方層面，我先在河內和越南國家主席蘇林先生和副總理陳劉光先生會面，之後在胡志明市我和人民委員會主席潘文迈先生以及胡志明市副委副市委书记阮湖海先生会面。咁越南好多机会嘅 ，South China 咧，越南最好嘅，效率最好啦。